如果你有机会在墨西哥过圣诞节，一定会对当地的传统游戏皮纳塔乐此不疲。皮纳塔是在过节，尤其是圣诞节的时候最受欢迎的一种游戏。皮纳塔其实是一种盛放糖果和小礼物的容器，造型千变万化，游戏者的任务就是打碎皮纳塔，享受成功与收获的快乐。在首都墨西哥城附近的阿尔科曼被认为是皮纳塔的诞生地，这里不仅每年都要举办隆重的敲打皮纳塔的活动，而且皮纳塔的产销也颇具规模。以前皮纳塔的原料是陶土，用手工制作，现在则改为纸质原料，由工厂批量生产。玛利亚·奥尔蒂斯的家庭工厂就生产皮纳塔，他说皮纳塔不仅在墨西哥十分畅销，而且很受外国游客的欢迎。尽管一个皮纳塔的售价只有10美元左右，但对不少当地人来说却是全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玩皮纳塔游戏通常要在开阔的地方进行，游戏者要蒙住眼睛打击皮纳塔，每位参与者都轮流重复进行游戏，直到将皮纳塔完全打破，所有人一起分享撒出的糖果和玩具。墨西哥传统的皮纳塔是七角星形状，根据传统，皮纳塔象征魔鬼，里面包着五彩纸片、纸卷和彩球，象征被魔鬼控制的美好事物。用大棍子敲破皮纳塔，象征着把美好事物从魔鬼手中夺回。每逢重要节日，墨西哥人都有打皮纳塔的仪式。